好啊。这一台是 Pro MP60，那它是可吸带式，那它是 IPS 的 panel。它虽然没有电池，但是你也可以刚刚拿起来已经很轻嘛，它是比较轻型，然后是100%环保可行，所以可以直接拿去回收。Okay. 对，那它除了直立式以外，它可以用很多。它后面那个支架是贴上去的，算贴上去。是，它不是贴上去。不是吗？像就是有。技术上看看 OK 它不是说哎、欸、我可以拔下来没有 OK 这样太容易掉了吧啊你都要让它指的直立式它平衡的可以指所以它不是 touch panel 它不是 touch panel 因为你 touch panel 的话像 iPad 的话它就是比较厚啦 OK 其实 touch panel 需要的成本跟那个你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其实主要针对的客户是商用族群所以商用族群我们了解到它其实比较希望的是它现在比较短但是我们之后会出哦所以现在还是 prototype 算是应该是这样讲说它已经出了只是因为我们有受到一些 user feedback、okay. 我们会做一些 running check 就是它的脚架变长所以你的笔电它的角度之后会是一样的 OK 就会就是你想要的这样 okay, OK 这个是做得到的然后之后还有就是这个也会去做修正、okay. 那基本上这个是 Type C 65W 的 display 跟 output、嗯、所以你可以就是做影像输出的对影像输出跟就是电影这样子 OK 那它本身也有 display key 就是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去调整你的颜色啊画质然后跟你喜欢什么 blue light 这边都可以做调整 OK 对然后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是的 OK 那其实蛮多人也会拿笔就是手机来说吧但是现在手机支援 Type C 的也没有那么多是吗？Samsung 有啊。iPhone 普遍大家拿 iPhone 没有？就没有。Uh-huh. 因为是本身 iPhone 自己有锁这个功能，所以如果你是拿 iPhone， 但是 iPhone 可以 HDMI 输出，就要有那个档口。对啊对啊，你要有档口嘛，这个也是可以做得到。那你要么就是用投放，要么就是用 App。OK。对，其实还是可以的。它无线的投放吗？还是？它没有无线投放，它其实是用 Type C 去。哦 ，OK。其实现在应该只有 Apple 做到无线投放，因为它的是系统关系。嗯、okay. 对对对，其实我们 Windows 都是需要用线。因为想说你们会开发一个什么软体啊？我觉得这个之后我们有正在研究嘛、嗯，因为其实这个不是做不到，一定是做不到，啊啊、只是说这个需要是市场需求好像对，因为这个也必须要跟笔电做联动，因为其实我们了解到比较多会用二寸屏幕的都是用笔电去做。OK OK， 对，所以这个是会正在研究。OK OK， 對對對好，会在研究，正在研究。好 ，OK， 感谢感谢。这难懂。还有什么新东西吗？